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。今天继续我们的史基比防御啦，我们又回来啦，各位。今天这一集呢，一样继续挑战我们的无尽模式啊，我们打一般的无尽哦，还没挑战成功哈。我们上一集呢，挑战非常多次，失败非常多次吧？哎，对老头来说很多次啦，因为我有剪辑嘛，所以说你们可能只看到失败一两次这样子啊。如今呢？啊，老头呢？啊，昨晚呢挑战成功了，好不好？有挑战成功。啊，老头用的单位呢？啊，基本上是跟之前是没什么变，只有把我们的女监控呢，啊，给换掉了，因为当时有稍微小改版，那时候的女监控被削弱，啊，攻击力变低，范围变超大。啊，现在听说改回来了，我还没测，不知道。啊，反正作者很喜欢朝夕令改，我今天想这样，明天想那样啊。我今天我的那个升级版泰坦想要消失不见啊，我下午就把它变回来给你看哦、啊，就是捉摸不定。我觉得他们的开发团队没有他们的那一份执着吧，玩家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的感觉也不是很好啦。我觉得还是要以他们自己的大局为考量，而不是完全就是照着观众的意思，而不是观众啦，照着玩家的意思走。我觉得这样子很容易把一款游戏搞垮。好啦，这个是题外话，我想讲的有点远了。反正呢，我把它换到了这个无双了哈，无双是真的还蛮好用的，然后它也被改过了，它的升级费用变得很高啊、哦、啊，伤害有没有变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没实际测啊。反正战队就是这样，我们直接来打吧。啊，对，顺便跟各位讲一件事情啊、哦，乘二跟乘三的永久通行证出了啊，在它的网页商店里面买啊。之前有人问 VIP 哪边买吗？也是那个地方，这里买不到，你要去他的商店啊。买了之后呢，啊，就是永久的。那好不好用，见仁见智的，好不好？大概就这样吧。我们就用这个队伍来开call。OK， 我们进来了，来吧。一开始呢，啊，我们要先放一下我们的无双哈。哎，我刚放反了，哎，应该是放不能放这里，放这里就来不及啊。个人是建议先放这里。啊，因为呢，我们待会要优先把它升到最满，才有办法对空，啊，才有办法对空，然后呢，再开始放我们的前塔，我们前塔其实可以先放这里啦，啊，我们现在开三倍好了，然后再加上自动跳过，这样就一直升前，哎，对，让它升，啊，先不要给它升前塔哈，我们就先把它放满15只，啊，这样15只，啊，一波跳出来，每一波就会有1500。也是不错的啦，啊，1500也是不错的嘛，是不是各位？啊，千万不要把你的无双放在前头哈、啊，把你无双放在前头的话呢，会来不及应付那个叫什么啊，空中单位啊，来不及应付。然后现在15只放完了嘛，对不对？先不要升啊，我们呢先来升我们的这一只啊，忍者相机无双，把它升满。升到可以对空，我们就可以放心的把我们的跳舞相机给做升级齁。欸，应该是来得及啦。看一下，再跳一次，再跳一次。啊，那个落过去没关系。哎，有了吗？差一点。快快，有了有了，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。接下来呢，全面升我们的这个什么前塔啊，前塔全面升前塔。啊，把前塔都升上去。啊，你越升越高，拿钱越多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升到后面之后就可以开始放泰坦了哈。啊，前面的话呢会比较战战兢兢啊，因为呢你要确保你的那个马桶能不要超过去，这样现在已经22波了，其实挺快的，就是啊，要不要升到最高？好了，再继续升啊，感觉有点快要撑不住了，没有关系。啊，我们这个时候呢，可以先放一只这个哈，帮忙补一下，啊，帮忙补到一下，对，把它补掉。现在感觉都还行，然后现在赶快存个150000，把我们的这个升级版泰坦放出来。有了，升级版泰坦降临，啊，然后赶快给它做个升级哈，哎，这个一定要优先先把它弄出来，然后再把它伤害做提升。啊，这样我们超办法过啊！快点，快快快，快点！对，就是这样，揍死他！啊，多存点，多存点，这优先升到最高阶。啊，18万了，18万了。
有，应该是还可以啊，啊，应该还可以啊，撑得住哈，撑起来，啊，中间那个火焰有没有开烧了这样子？来，我们的第四阶段啊，第四阶段呢，啊，快要81万了，我们快要可以升到最高阶了。因为这个最高阶的升级版呢，打那个护盾非常有用啊。哎，护盾来了，刚好最高阶啊。这时候呢，可以来放一个喇叭哦，哎，不是喇叭，放一个那个电视泰坦哦。哎，这个电视泰坦的话呢，这边可以放一下啊。顺便跟各位讲哦，电视泰坦现在可以放4只了，然后伤害好像有被做提升啊，不过只有提升一点点，哎。然后呢 ，DJ 哦 ，DJ 好像抵抗变了999，所以他不会晕了，所以他的效果会常驻。哦，然后还有什么工程师啊？啊，工程师，哎，我们的这个工程师呢，伤害也提升了，但是他的这个单位没办法堵门口，哎，他没办法堵住那个门口，哎，好像听说会被破掉吧，还是干嘛？我也没有用，我不晓得。啊，然后最最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们升级版泰坦可以放2只了，你没有听错，可以放2只升级版泰坦了啊！有没有很意外？有没有很惊喜？意不意外？惊不惊喜？啊，没有啊，我没有很意外啊，因为你的封面已经告诉我了啊，没关系啊，请你假装很惊喜。哇，可以放耶！笑死啊！有没有？你看，现在呢啊，已经2只在打了。这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开始升我们其他的泰坦哈，哎，这样就稳了。哎，我觉得啊，这一次啊，这个应该是有跟动啦，就是它的无尽模式的那个单位，就是出来的出场顺序应该是有改过啦，不然的话，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变得很好打，然后就直接过了这样子啊。你看，直接推掉有没有？直接推掉，来升到最高，哎，你看，就完全就靠这两个升级泰坦在 carry 有没有？完全靠他在 carry 啊，然后那个还是一样，照样很吵这样子。我真的希望他把这个改掉，这个真的超大声的哦。你看，护盾现在都打得掉了有没有？靠这两只就够了，靠这两只就够了。放个4只，我看一下啊，他升到目前升到最高阶段呢，他的伤害哦，来到了每一秒4300啊，是有提升啊，之前只有2300而已，真的是惨不忍睹啊。哦，你看这4个已经有了，有没有？完全过不太过来啊。然后我们现在呢，唯一能做的有没有，就是来补我们的这个喇叭泰坦。喇叭泰坦好像是能放5只吧，我记得好像是能放5只啊，被削了吗？我不知道。1234，哇，这边不能放了，我们摆的位置有点问题啊，不过应该是没差啦啊，一样是5只啦，哎，一样是5只，好吧，那就全面升级，全部给你升上去。啊，这应该是全部都是最高阶段的，然后狂推有没有？狂推它，哎，然后想要再加强的话，就是我们的无双了。啊，无双我们可以放这边一个小缝缝有没有？那我先来弄个最大单位好了，哎，这样来帮忙射，超好笑的。啊，基本上这样配置呢，可以稳稳过94啦。啊，没有，稳稳的94关，过不了94啦。啊，也是不错啦。哎，然后这个你会看到蛮恶心的，有没有？就是他们的单位因为那个喇叭泰坦推挤的关系啊，全部粘在一起了，有没有？啊，有够恶烂的。来，我这边稍微补一下好，帮忙打啦，这个就是加减了，哎，这个就是已经是加减了。我们还可以再放，哎，我们放满了啊，就变成这个样子，有没有？非常的惬意啊！就等94波失败啊，这个不能讲胜利了，
啊，然后这个敌人动画的这个投射物啊，或是干嘛的，其实我刚那时候有把它关掉，因为到后面敌人太多，多到我有点卡，是昨天很卡了，我不知道这次有没有改善啊，希望是有改善会比较好一点，不然的话呢太卡了，即便你的战力很充足啊，你也会因为卡然后失败哦。对啊，因为你搞不清楚状况，而且那时候我卡到怎样，你知道吗？我卡到我的界面都不见了，那时候界面是长这样嘛，然后呢我卡到呢我的所有的界面都不见了，只剩这右左上角这两个啊，那不见了你要怎么放单位啊，不见了你要怎么操作其他的那个按键啊，就是挺麻烦的，就是了啊，应该那局面好恶心啊，啊恶心巴拉啊，慢个暂停看一下，你看啊哟，恶心啊！哇，你看，哦，这个血条长这个样子，哈哈啊，上面的护盾直接被打爆了，这样子，啊，上面的护盾直接被敲爆，有没有？看起来有没有觉得很恶？不动那个，不断的串动这样子啊，你不觉得有点恶啦？全部黏在一起那个头，啊，你晚上要做噩梦的你。好，然后你们现在看到呢，我这边已经开始有点lag啦，已经恶心到这个程度了。你看，哇塞，这个全部揪在一起。我觉得这个之后应该还是会改掉吧，你搞得那么累格，那大家如果是玩手机的，那不是直接卡在那边给你看吗？对啊，直接卡死啊，我的天啊，欸，怎么有一只空间居留者，欸，啊，他不是变成叛徒了吗？他不是啊，觉得局面太弱了，然后直接叛逃了吗？变成我方的，怎么现在又跑过去了嘞？这一只的生命就很高，有没有？这必须要靠我们的升级摄影师啊，升级泰坦摄影师去打破啊！啊，又或者用那个什么两万 C 积分的那一只雷射摄影师吧，科学家是不是？那一只我到现在还没用过，哎，好累格，累格到我现在有点难移动了，你知道吗 ？Oh my god！ 啊，我还是切回来有比较好一点，啊，这个视角乱转的。哇，贪食蛇啊！终极贪食蛇出现了啊！我们就到这里直接做掉，而且现在呢，我们的 UI 界面开始要不见了，就跟我之前一样啊！待会呢会卡到我们这 UI 界面呢都不会显示，然后你就啊不太好操作，就只是等死。我们现在第94波嘛，没有错啊，第94了，各位啊，不见了我的 UI。这是什么鬼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到时候啊，多赚一点啊，把我们那个升级版泰坦呢，攻击力把它提升上去啊，把它升满啊，把它升满啊，这样应该会更稳一点啊。准备要挂了，准备要挂了，这个真的撑不住了啊，我们直接挂掉了。然后挂掉之后呢，他也不给你跳出这个选单，哎呀，真的是。好啦，各位老头呢成功的打过了齁。那基本上呢这个配置刚刚也稍微介绍了一下，如果你们想要打可以试试看啦。又或者你们有更好的配置啊，可以打得不会这么累格，又或者是可以打到94以上的配置啊，也是一样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哦，我都会看哦，都会拿来当作参考哦，感谢你们的踊跃发言。啊，然后呢之后老头可能就是考虑把这只升一升吧，你们觉得先升哪一个比较好啊？我们的升级版泰坦先升哪个比较好啊？这个折扣是老头自己手贱了，把它点上去的。那一样呢，如果喜欢达到1000以上的话呢，老头就会赶紧加拍下一集给各位看，好不好？就会快速的出现在大家的面前，好吗？那么一样，如果喜欢这个系列，别忘记订阅加小铃铛，按下喜欢，并且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，让我知道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下一集 Skippy 防御再见啦，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